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乡亲士大，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大家平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收听，希望来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志忠，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咱伫早时11点空中1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做回空中结缘，做回来开讲，关心咱的土地，关心咱的台湾。那里下早下的时间，11点到12点，高雄地区、台南地区、屏东地区。麻烦收听凤鸣广播电台凤鸣二台 AM 981，周日是 AM 981吼，啊拢会当来收听。同即个时间会知啊，11点、12点，欢迎家己的好朋友听家己之音 FM 91.3，家己之音 FM 91.3。中昼时12点到1点一旁，这1点钟是咱一边一国上新的连线。在这个北部北台湾，台北市跟新北市，对咱的中华台，中华电台 AM 1026 AM 1026，会当来听一边一国的节目。大中昼时在休困，还是一边用餐，啊来听咱的有那台湾人的心声。中华电台唔通袂记住咯 ，AM 1026，中昼时一旁12点。到7点，暗头啊7点到8点，同款伫地中的高雄台南地区，咱文客电台用真时大吼来甲全咧听。暗时7点到8点 ，FM 89.9，听即个咱文客。逐天来听咱的节目，对早时吼到中昼咱拍拼甲暗时，希望我即个声音会当愈来愈啊来壮大，啊个来成长，有呾来陪伴你的生活。予你有快乐的心情，希望的人生，咱也共同打拼一个有尊严的、有愿望的，这是咱的未来。来，今仔是咱八月十五拍摄，八月十五礼拜一的时间啊。那算古历是这个7月13啊，到今仔为止，咱大家所关心陈总统，因为这个扁案受到政治迫害、政治对杀，多2819天。冤枉还未洗清，功德还未平反，用真是大咱继续打拼，继续过来宣传。2819天吼，来今仔日的节目包括着咱的新闻啊消息吼，再头条新闻啊，再重点啊，以及着咱现场热线的口音，咱等者拢甲进行。主题歌先来演奏，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进行曲吼。来，地中先该放这个音乐啊，等下马上回来现场，多谢你。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人，台湾人。
多谢咱全国的乡亲士大，咱一屏一国忠实的听众朋友啊，非常感恩。阁是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啊，咱伫空中，人所有的咱遮个台湾派、台湾路线、本土路线，各位乡亲，咱做伙来拍拼。即卖政府的改革是有哪是吼？一工当作三工咧用，三工当作一礼拜咧用，安尼咧拍拼啦。日啊拼，半暝加班嘛咧拼吼，暗时加班嘛咧拼。司法的改革即块，尤其是所有全国的听众，对咱的口音的反应，你得了解。司法的改革无改袂使啦，无改袂使。阿扁总统的案无平反，司法的改革。嘛会当讲啊，这差不多吼啊，做三成都无啦呢。所以这个大领司法改革、司法院长、司法院副院长，你看这偌重要。你过去几礼拜以来，你咱一边一国的节目，我也听到有台差不多逐台拢在讲，差不多逐台啦。希望讲总统府会当重新思考，有关着这个。一定副一定的这个提名案，好不容易有那实在有一个较正面的消息，和乡亲时代吼，大家我相信啊，已经有看到新闻。本来的被提名人加稳定吼，一定的被提名人林金峰是副一定的被提名人，因为这段时间以来，有那是争议太大了，争议太大。不是打咱一边一个爱台湾在讲呢，那是对法律界、学术界、实务界、律师界啦、检察官的系统、法官的系统啦，差不多所有的啦，无人赞成啦，无人赞成这两个人选有法度带领台湾司法改革。无得个伊伫这个司法行政机关经验做丰富啊。对基层到做主任、检察官啦、检察长吼，各地方的啊，捌做哩法务部的处长啊，这个吼啊，捌做哩司法院秘书长，经验无得个是足丰富。可能若要比经验、比年资的，这两位可能拢摆伫头前的啦，吼经验足长啊。但是用心是大，要来带动台湾的司法改革。不是在比泥珠呢，不是在比讲上你司法院浸较久啦，上你法务部浸较久，上做检察官、做法官较久呢，不是在比这呢。要带动台湾的司法改革，就是爱来改革本来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啦。啊，若讲本身是被改革的对象，本身就是迄种保守的官僚，甚至你古早旧家的时代。用办这些政治案件兼做拍手的做通知者的这种的因权糟糕，你这个时代要怎么交代？哦，这个时代要怎么交代？你若继续做他的啊，本家的司法系统里面一官半职，这大家不计较这，但是今天要来提名做司法院长，这个不一样，大家标准当然是一定管啦。所以贾文定、林金峰两位被提名人，伫昨正式宣布来，我那退出掉即次的即个被提名啦。好，你家在我那，和咱的蔡英文总统实在蔡总统头壳摸咧烧啦。提名了啊，刷抓几个哦，差不多满城风雨啦，差不多对台湾头烧甲台湾尾，唔知要哪收煞呢？啊，当事人特地退出，安尼我看上紧啦。当事人特地退出啦，实在有那派去拖平，有那拖要几个月去啊啦。你看这个江春南，因为这个酒驾的代志，嘛特地退出嘛，唔免讲总统就搁甲你安尼甲你免堵啦，实在安尼也不好看啦。有那卖好抓总统为难啦。尊重这个被提名人，啊，大家知影讲这袂使就爱提出。啊，论文刚抄的，你看你马英九的时代，马政府是第一袂见效的呢。但是马英九所用讲部长，
杨念祖，伊的论文刚抄的六天就，家己就台啊，六天尔呢？有史以来任期上底讲部长做六天啊，我看伊个，都还未搬办公室个，就落台啊？为什么？因为做袂落啊嘛，迄实在争议太大呀。要做部长，你个人论文刚抄别人个，怎啊 copy 过来？安尼太塞一个。啊，今仔日。这个苏安尼副院长被提名林金峰就是安尼啊，时代力量甲踢爆的啊，啊伊唔敢解释啊。包括着贾文定，因伫咧做苏安尼秘书长来推动迄个官审制，迄根本就咧骗人的，迄个唔是背心团，迄是咧骗台湾人民的这种的低阶级，配合着马英九的迄个爱将苏永清内部这种低俗的阶级。啊，因是主办的人呢，啊，对于咱的台湾人民要怎么交代啦？所以这个退出也好啦，退出也好，啊，把这个空间留给总统府，和咱的蔡英文总统，会当重新来思考。我相信更加有更好的人选啦，嘛不一定爱读法律呢，嘛不一定爱法律学者呢。美国过去，美国不是叫苏安尼掉？因叫做最高法院的政府是这个吼啊，第一有就政府首席啦，吼就是讲政府是拜头名迄个大法官，政府就是咱的司法院长的意思，这大法官伊咧召集的啦，首席大法官，美国历史上表现上好的大法官，也无一定是法律的教授呢，嘛唔是法律的学者呢，政治人物出身呐、啊。那个华伦捌做过州长啊，加州的州长，也捌选过副总统的，政治人物出身的啊。伊唔免读法律无要紧啊，但是伊来领导最高法院，伊要有伊的政治经验，伊要有安怎来协调各方的意见，安怎有伊的魄力，有伊的执行力，若无淡薄霸气，有那是一个规个场面吼，安尼 hold 不住啊，人讲 hold 不住啊。压袂掉，你知无？要做司法改革的，迄是爱得失人呢？迄是得失一拖拉机的呢？唔是得失一个两个呢？你要讲改革，法官袂反弹吗？要改革检察官的方面，检察官袂反弹吗？你讲这个学术界袂有意见吗？学者袂有意见吗？律师界袂有意见吗？一个改革，这个大刀切落的时阵。绝对无可能无争议的啦，啊，所以要做议长的人要有迄个霸气呢，用真是大，唔是讲一定要爱法律系教授啦、学者才会使做真呢。即位当即个思考，唔是讲一定爱做迄个司法系统的、官僚系统的，要做过什么长的，要做过什么官的安尼，才会当做司法议长呢？天下无伊个例啦，所以用真是大。其实咱若建议新政府，把迄个空间放较大，哦，即足侪弹性诶，你知无？重点是一个好诶人选，有法度来带领司法改革，找着对诶人，咱诶蔡英文总统，伊嘛较心解困难诶，伊就交代伊去做，啊，习惯落伊去做，总统会当该处理办代志，可足侪代志爱处理诶啦，18%，但是咱要讲，你看迄外无臭无潲啦。连前一个月领30多万，但者咱再来讲，啊，所以苏万义就一定爱找着人，那找着人，正确的人，适当的人，人讲一个事半功倍嘛。那你都亏了点一半，后果搁加倍啊，嘛不一定爱法律的啦。政治的，你话当时啊，法律系一个教授，啊是讲伊这长期以来，你这个学术界，话当时啊。无得家拢伫一个迄个象牙塔内底，安尼蛮好呢。你这着爱有一个有那相当哦，啊你政治就因为，司法院长毋是去教书的啦，司法院长毋是去做论文的咧，做研究呢。司法院长毋是伫中央研究院咧做学者呢，毋是伫这个大学咧做学者呢。伊着爱面对着规个社会。就要安怎来完成总统所交代的这改革的任务？啊，
安怎来了解着，包括伫国会，包括伫社会基层，大家民意，伊爱有相当的政治性。不想到是总统提名，国会咧通过啊，这毋是一般的官职呢，伊相当的政治性嘛。只不过伊是输安尼即块尔嘛，其他科技伊敢参与，大家主张会调我也赞成啦。为着干参与，着搁设立遐要创啊！即摆干参与，全部在做拍手的啊！干参与在替迄个赵腾雄咧护航，讲台北市政府科比袂当连政委甲班，爱他们去检讨赵腾雄的唔对啊！是赵腾雄先甲大巨蛋卧槽的呢，啊，煞无去处理赵腾雄怎来？啊，讲我这边迄个纠正啊，什么也好，对着台北市。即、这个干三年会调也好啦，啊，柯建仪伊迄种的业务本身就会当放伫行政院治下哩，无需要去成立柯建仪。独独拄啊输完伊无干，独独拄啊输完，因为行政立法输完，行政院行政行政院嘛，啊，立法的工作有立法院国会输完，我哪会有即个输完呢？最高法院哦，即、这个部分爱来处理。所以这个三权爱这个独立嘛，哦，这种三个管理爱独立，所以苏万里长用真是大，咱即摆唔知阿变哪提名啦，吼、哦、啊，包括大法官啊，五个拢告人也要重新提，啊，你议长、委长本身佮兼大法官，所以伊的重要性是足悬。啊，咱啊，有那是伫遮呼吁，吼、哦，实在当然咱是。做秘密的这种的声音啦，一边一个爱台湾，和咱这小节目是做秘密的声音，但是嘛是一方面加正安慰，新政府听到民意的声音，一开始讲要开临时会，国民党就讲九月才开啦，大家用心是大力看，安尼就真正挡袂掉啊，讲啊就赶紧的就马上召开，搁立法委员要出国什么啦？行程改一个，机票改一个嘛，赶紧开。尤其是大力看最后，是不是真正听大家马上开啊？当选条例马上通过啊！一开始咧工会都特征组，出侪人讲他有可能咧。啊，这绝对哦，内底无阿恁简单啦、啊，他有法度讲马上甲废掉吗？尤其是大，大家安尼，我相信啊，足侪卡去立法委员遐咧反映。卡去服务处选区的服务处，卡去啊！立法院的办公室，甲这委员拜托各家反映吼，讲、哦、这特征做了爱会，为着公平正义。你看最后，法务部出来表态，讲啊，这五大理由爱会读哦，等等安尼。当然，这个后会期再我都处理，但是起码让人看到一个新的开始，诶，一种的希望。所以，用真是大力讲民意的声音。无重要吗？你唔通看见你一通电话呢？一通电话靠立法委员，加反映，加这个表达意见，加这摆咱一边一个个节目，这中央拢有咧记录个呢？这拢是当作民意的参考呢？苏万议长的这提名案，迄当时大家咧反对，一挂分析政治的啦，政论讲他有可能呢？嘿，那不论无论讲是总统得回，还是讲这个董事长都有可能退出嘞，啊，这个已经提名，伊当有人讲啊，无两个竞一个，哦，啊，无得个刷掉副的，还是安怎？哦，意思讲用安尼解套啦，解套。结果你看即卖决心嘞，两个人拢退出了。我相信，我那是参加讲这无法度去杀了，因为这个案呐上个高位。无这个两个拢无通过呢，那安尼的时阵对着咱蔡总统啊新政府要来改革，会造成更加大伤害啦。所以我当时啊，人讲壮士断腕啦，快刀斩乱麻，你得该切的爱切掉啊，该退出退出掉嘛。台湾的人才，这些你会当过来提名，其他的这个人选啊，好啊来，有那国会来同意，赶紧来启动台湾的司法改革吼。这个方面地中的一挂的浅见，啊，先提供给大家乡亲是多做参考。来，刷嘞，咱先进一个广告啦，吼、哦。
18%，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来讲，实在无臭无笑啦，18%实在是无臭无笑，是安怎不公平？之中等一下分析给大家听吼。啊，咱的口音有哪，回来了有哪来个开放311-1981吼，311-1981哦。来，刚上我买内容，甲听一下吼，咱等一下再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地中要甲乡亲时代介绍深海鱼油甲地鸡精。深海鱼油主要的成分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EPA 甲 DHA， 这些元素是咱的身体无法度自己产生，但是佫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大家当靠着外部来做服用、来做补充。深海鱼油就是上好的来源，比一般的鱼油也是其他油脂类的产品效果更加好，吸收更加完全，会当维护咱身体循环系统的健康。让你身体机能活跳跳，但是深海鱼油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原料产地，海水是不是有清气，无受到污染，一定要挑选经过检验值得信任的产品。咱再来讲地鸡精，其实就是传统咱所咧讲啊，规只鸡啊起来炖、来滴啊来做提炼，和呾生产了的富人家做未来，也是手术后咧疼身体咧所来啉，营养的价值非常高。即卖老大人、小朋友、拼事业的少年家，大家嘛拢会当啉。但是家己买托鸡啊来滴，爱开6点钟以上，上起码足够工。地鸡精来遮哩营养，主要是伊的成分足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天然牛磺酸，即个身体所需要营养素，对需要补充营养的人来讲是方便佮有效的补充品，亲像家己哩厝内咧炖鸡汤同款，非常芳醇佮好啉，啊佮足方便啦。希望推荐上好诶，好听众朋友会当安心食，长期来食。啊，像即个正成各单位深海鱼油，原料对水质上清气的北欧挪威来进口，经过严格检验，一罐食2个月，只要2200块。纯天然的新鲜地鸡精，17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质、天然牛磺酸，一盒30包5400块，啊，佮有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成 Q10， 佮台湾国宝和平牛樟脂。正成的 Q10 添加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会当增加皮肤佮血球健康的维生素 E， 会当让你的身体健康、青春佮美丽。一罐才2个月，2800块。和平牛樟脂用规粒的牛樟脂的基洗体来做提炼，效果比一般昆洗体佫较好，而且是人行政与农委会所合作，有国家专利技术的保障，一罐3500块。最后是咱一边一国乌蒙尼养生饮料，用台湾在地乌蒙尼来制作，佮添加红枣、枸杞佮乌摩，一箱24罐，1450块。一届买2箱，阁俗100，是2800块。咱一边一国爱台湾收音机，替听众朋友设定好，声音足清阁响，出门好炸一台是899块。以上的产品若有欠用，卡服务专线0776180705，0776180705。感谢努力。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咱的工商服务的内容，是秋香特别来我那整理准备吼，啊来给大家做报告。那有欠用，我那拜托永清时代来到三江吼，我那到来交关一下吼。啊，秋香来我那吼啊，这个来赞助咱的节目，咱也希望讲会当有一个好的成绩单。感恩咱永清。啊，那任何个问题要电话要咨询，专线电话你甲客服平台的0776180705，0776180705，对早时9点到暗时的6点，我拢有专人甲你做服务。18%，18%，18%，用真是大。你去银行寄钱啦。无论你寄偌济，寄1万、10万啊、100万，你阁寄偌济，你阁寄几千万、几亿万，即卖利息差不多有利息，叫无利息啦吼。有哪有听到一挂专家咧讲，讲以后可能共一个人的利息都无，你着阁付银行管理费啦。真像日本讲个做负利率啦，即卖是足低，差不多。
有利息那无利息啊，但是都淡薄啊几年，安尼够我哩做利息。以后有可能讲，你着搁付钱哦，银行才袂你行，着爱付管理费，付即、這个做一寡成本呢。尤其是大啊，台湾够18%利息，18%，迄是差不多30年前呢。以早利息足悬。讲安尼用18%，以前讲个做公务人员、军工交薪水啊，比着一般市面上行情吼啊，人民间咧比较低，低足济，差足济啊，所以有18%伊会背吉。过去安怎咱不论，但是即卖2016年啊，18%唔免为赌嘛。用真是大你的罗林扎一个人，除了讲伊。我唔知讲是唔是本身啊，你还得18%啦吼。尤其你对到一寡车的，做过大官的，伊啊你还18%呢，唔是打基层的，你讲这军公搞做大官啊，你还18%啦。用钱是大对到多数咱的用钱，全台湾有900万的劳工朋友，你有法都接受18%吗？退休金佮还退休金哦。18%是用这个退休金放在银行里面，有一个叫做优存利息的年前也领18%。这两天新闻在报，年前的办公室出来讲这合法的啊，照法律领的啊。你看他讲了多大声，法律给改掉就好了嘛。现在总统府在开年金会议，年金的国事会议，法律甲改掉，规定甲改掉，年检就袂当领嘛。年检是比我看比台湾政府较好个呢，人讲富可敌国啊，比国家较好个呢。伊毋是单领18%领呢，18%年检讲一个月领16万。各位乡亲，年检一个月领16万是利息个部分咯。地中特别去甲调资料。台湾人民逐个月就爱饲年检37万5啦，37万5的代票内底，16万是18%的这个优存利息，16万是利息钱，另外21万几是伊做政务官，讲国民党诶当加这个公司啦，你看有机有人无啦？国民党做东江，会当佫加上公务人员。啊，那安尼民进党那里，民进党都吃头路，是不是我来当加入公务人员啊？年前达个月就可领21万的退休金呢，安尼加起来37万5。各位乡亲士大，你的后生、你的查囝，啊，你的囝儿、新妇，一个月有台湾政府就付你37万5嘛？卖讲37万啦，讲3700、370、37块都无啦。就要靠自己来打拼，靠自己来工作，靠自己来上班，来这个维持这个家庭，维持生活。年检退休啊啦，讲了这夏锦副总统有那礼物，伊、那个礼物机有那贵啊啦。讲即卖政府了，佮派一堆伊个警官啦，做伊个保镖随务啦。啊，伊只好假伊，他唔家己去请。伊住地堡呢，地堡一平300多万呢。台湾人民欠长咩多，逐个月就阁欠37万5来汇入年检的户头。目前是大，你有法度接受吗？大家咧讲18%的代志，咧讲年金的改革，你打对年检这个咧，就无人有法度接受啦。路人你任何一个路人，你甲炸起来。你甲问讲啊，年检一个月37万5是咱咧付的啦，是所有台湾人民咧在税金咧付，大家我都接受嘛。退休啊，就退休啊。即个做过部长、做过议长的，你因在职的时阵薪水是120万的呢。啊，想到一退休了，不但个会领伊个这政务人员退职金，啊，个会当领18%。我真正想无，这个目的何在呢？台湾的财政这困难啦，即卖要做长照无钱啦，
讲要来加税啦、营业税啦，或者吼其他什么税吼啊，房屋税安怎？这拢是影响到所有的民众的。人讲杀鸡取暖嘛，你都鸡要抬死啊，都巴肚内底这个鸡卵鸟都挤出来，但是要抬死只鸡啊呢？杀鸡取暖的是讲你这个范围内底来遮抢钱啊，来遮这竞争这资源啊，这是。应该较好的方式是爱去开源啦，爱去开源，啊无爱节流。你爱对着遮个既得利益者来开刀啦，咱讲安尼较妥当啦。对着既得利益者开刀嘛，要扣税来扣遮好野人的税啊，扣遐大财团、大头家，你来扣郭台铭的税嘛，来扣台塑企业的税嘛，安尼唔单是正班。啊，你讲啊，因拢有方法，啊，你看政府。安怎来处理这题啊？政府安怎来动头壳啊？你就是爱比因较巧，来扣伊的税唔得着，还是讲军工搞车？那退休啊，个领比上班较济，还是讲伊的所得替代率超过100%，90几%、80几%、70几%？美国上官嘛才50几呢？啊，包括这做对大官全台湾哦，张主席不通过啊。全台湾这些部长、议长、退休的500几个啦，516个啦，每一年退休金卖算，哦，退休金卖算，单领这个18%的利息，多领2亿啦，拿18%的领2亿啦，这爱会赌啦，你今该叫委员会讲安尼，大概开会吵吵闹闹啦，哦，因为军公教的代表拢讲因家己的话哩。开会当然就开啦，但是地中我的主张啦，该安怎做安怎做啦。究竟是大吼，唔知大家意见安怎？咱的口音甲开放，311-1980吼，311-1980。你有赞成讲咱就爱付年前37万无啦？年前达个月伊是大里低保哦，一赔300多万啦吼，300多万。那100赔就3亿外啦，200赔6亿外啦。用钱是大，咱大家都扣有到的啦。你唔通讲无扣到你的哦。伊这税金拢对咱扣的嘛。达个月呢，唔是讲一年呢，达个月就爱付37万5，16万要做利息，21万要做退休金，又搁派司机、派轿车、乌头阿车，又搁派安全人员，吼，安尼出门外威风的安尼。想讲搁咧做副总统哦，已经下任嘛呢，已经没有几多过啊。讲伊做危险的，讲伊安全安怎危险，就搁派人甲保护啦。一个警官一个月薪水7-8万呢，啊，这毋是台湾人爱付出。来，用心是大吼、哦，来听大家的哟、哦。喂，你好，请讲喂。哎、啊，先生你好吼、哦。来，请讲。你跟我讲，大雄。哎呦，你上面咧，收音机甲转起来，收音机甲转起来，来。哦哦哦。安尼声音较袂夹来夹去吼。来。哦哦，安好啦。多谢。你讲，你听我讲解上去呀。了解。你根本这个军工到啦，以前要毕业，天文就看到怎样电影都无啦。你跟天文以前做干部来做几分钟？哎，这也是啊，吼，较早搞拢无变嘛，我若做白工，咪就拢做哩啊。啊，哎，这也是有听到无？我有听到，我有听到，你怎讲？哎，恁就拢做是工作了，我拢差不多5点无变，我若变温就肯定超过大灯泡啊。安尼哦。最后包括小工拢伫遐超大超大，恁哎这也是，哎、这个材料爱有够啊。哦，足辛苦呢。嗯，嘿，这个辛苦，恁讲怎么算时间啦？我无恁讲，我真是讲我讲好笑啊！啊，一只交通不便啊，该大人过来干爹呀。嗯，对。啊，这么做干爹吃头鸡唔好。嘿。我一定爱加了一个时间来做嘛。啊，伊就是讲6点，这个哦，迄个1点是交通无半时间呢。啊，二到十二点天光吃饭啦，正少。是。点才开始做啊，有阵时啊，暗下晡时间对不？
这个家地点我那个你做了好高兴贵人都好你会好改好等下我再送我买了关键的都贵人点了他不可想不了十三点点的十四点点了哦，做下四点钟而已。嗯，今次因做了九分钟快无，啊，因上班是固定一点啊，八点钟呢。欧先生，欧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年检一个月咱来付伊三十七万五，你有法度接受吗？你不免讲年检，讲年检的话，我都无法度接受。我无法度接受。你比较近啦，因一个月你十一万五啊，对不对？嗯。咱做工啊人啊，真啊，你呐，讲贪污大条成事，现在你贪污技术在做好嘞。嗯。没有嘞，还是没信无啦。对啦。啊，迄伫外口是，迄个贪官，我再再讲，那是性命，用性命去赚钱的啊。有哩，哎，爱未读啦，吼。诶，我只想啊，这段话实在让咱心有戚戚焉吼。落工也好，啊是讲咱家己做小生意哦，吃头路啊，领薪水。实在台湾人的认真，世界出名啦。台湾人的认真，世界出名啦。你讲后美国家，因那是不管是吼、哦、啊，差不多人头家啊，都讲袂好，条件讲袂好，都不爱做啊呢，都罢工啊呢。因那就一天哦，你唔通叫伊做伤长呢。伊迄个差不多啊，做几点钟啊，就要休息啊，吼，啊，就要安怎来娱乐一下呢？台湾人诶，这种的认真，世界有名的啦。用钱是大，啊，即卖薪水普遍低。我服务处边啊，一位保全的大哥啦，一个月是22K呢，22K 即卖就搁饲某囝。22K 就骑奥特曼的，我那爱只爱消磨，搁爱加油呢。就打醋水，就爱付要一万块以啦。啊，22K 啊，剩万二块，啊，要哪生活啦？生活都歹过呢，讲自愿伊要加班啦。伊讲我无爱要滚无要紧，我讲安尼敢袂伤忝？伊讲无啊多啊，自愿加班甘愿一个月加赚几千啊。就搁饲某囝，就搁储水，就搁买菜，就搁生活，囡仔就搁爱读爱辅学费呢。即卖来教的要开啊个呢？年前一个月摕咱37万5啦。来，用心是大吼，过来个听。喂，你好，请讲喂。台中兄弟好吼。嘿，来。这唔是我听到后辈讲讲的。我知，我知。嘿。空中，哦，这大家朋友见到，听众朋友。会当卡电话，伊要做电话，我讲安尼话有好笑无？好。但是最近是阮做过头个，你做工做领导来请我，我做做工个，拜托个，会勇敢出来话，做电话来。唔当个做，我去唔当个做吼。那个做时够吼，讲个做咱节目个改的吼，咱就就事论事吼。来，咱即卖先听口音一下吼，啊，先进一个广告。等一下马上回来现场311-1981 311-1981 18的问题不是说在针对对一个团体族群还是个人18的问题不是说国民党说这天到什么斗争问题这是公平正义跟合理性的问题专营正义的问题尤其是大希望大家做伙来支持要加会读啦啊，变总统的时代，伊当时咱国会无过半，所以咱话18%这部分咱要推动，咱必只爱当做一半嘛。但总统的时代无法度全面废除掉，但是咱甲缩短，迄、那个包括着啊定啊某某年吼、哦，比如讲即个民国几年以后的，你即个18%袂当个领，啊是讲伊迄个18%的部分啊，迄、那个金额金额，咱甲做一个缩小。哦、所以相当咱有踏出第一步，你迄当时规个政治环境之下，你讲一声要全部会读较难，因为迄个嘲笑也大嘛。所以咱先踏第一步，有哪做困难的，主力的压力有哪做大。但是即卖无共，即卖咱的蔡总统是专门执政，全面的执政嘛，包括国会咱也过半。所以即卖的时阵，该是这个时间啊啦，该是会读18%的时间啊啦。
来，先来甲听一个工商。即卖是广告的时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一瓶一国爱台湾》。咱所推出的新产品《一瓶一国乌蒙尼》，受到真侪好朋友的支持，弟中非常的感动。在一个活动顶馆，有一位大姐甲弟中讲，咱的乌蒙尼实在真好啉，佮健康。伊拢当作早顿来啉，一天一定爱一罐。另外一位阿伯嘛咧讲。讲囡仔即卖放暑假，若去拍球、收水回来，开冰箱就一人摕一罐，啉无够，搁厂家的冤家。啊，但是阿伯足放心，因为外面的饮料有可能加迄种有诶无诶，糖分足悬，热量嘛悬。但是啉咱天然搁健康诶乌蒙尼，无论你啉偌济，拢无即个问题。而且干阿先搁印一瓶一国爱台湾即个 logo， 朋友若来，你请伊啉，愈啉愈爽快。实在做有面子，在这个古历七月的时阵，家家户户啊拢无用要准备着中原普渡。咱一边一个乌蒙呢是素食的，会当规箱起来拜拜，好看阁做澎湃。原料用咱台湾在地上青的乌蒙呢，阁添加红枣、枸杞、加乌麻，绝对无添加防腐剂、加化学的香料，阁有经过 ISO 食品的认证，一箱24罐，到黄金只要1450块。一次买两箱，搁减100块，只要2800块。另外，若要照顾咱家己的身体甲健康，也有咱正常 Q 弹、正常深海鱼油、和平乌姜汁，甲新鲜地瓜精，要推荐予大家。每一种的效果无同款，看个人的体质甲需要来做补充、做选择。台湾是大家的，要靠大家拍拼，但是身体家己的，爱靠家己来顾。若有需要，请加咱服务专线0776180750，0776180750，有专人甲你服务。销量第一名，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 等，添加卵磷脂、维生素 E 等重要的营养分，一罐加2个月2800块。原料对北欧挪威进口的正型深海鱼油，全世界做事件，伊只拢爱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即卖地中替咱传路边，一罐加2个月2200块。台湾的国宝。有国家技术授权的和平乌姜汁，一罐3500块。以上三个产品，买一罐阁送你一点的点数，满6点就阁赠送一罐。买愈多送愈多，招朋友做伙来一点嘛会使哦。最后是咱纯天然用几只鸡鸭去滴，去提炼的新鲜地鸡精，130包5400块。一瓶一国爱台湾收音机，地中甲咱设定好。起数字就会当转台，方便阁好炸的收音机，一台899块。若有欠用，拜托高官，请卡0776180750。感谢。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啊，较多是工商的这个内容，有新产品、旧产品吼，拢有自己的介绍。啊，各位乡亲恁啊，任何的问题拢甲客服部专线吼，卡专线。0776180750，7618075，对早时9点到暗时吼6点，拢有专人甲你来做服务，免客气，哦，注意甲卡电话过。来，咱的口音文啊，开往中3111980吼。较大咧讲即个年检吼啊，即、這个18摆利息16万啊，退休金21万。21万加16万，37万5，一点也无够冤枉。伊个办公室出来讲，讲啊，这个合法的，讲啊，这个应该啊，吼、哦、啊，安尼一句话，实在台湾人民情何以堪呐、啊？啊，最近即卖咱要来讨东山，讨国民党的东山，无国民党呐，才赞成18%。哦，伊国民党讲啊，这无共啊，伊讲啊，军公教哦，18%应该啦。啊，劳工无需要，意思是讲啊，这因的贡献较济吼，啊，劳工无贡献嘛。啊，那安尼时阵啊无，因只伊国民党企业东山出来付18%嘛，18%是占着各地方政府吼、哦、每一年财政的支出占大部分的，所有的地方政府哀求。伫中捌做过议员，我有生我看过，我知影嘛。地方政府来负担这18%吼、哦。迄真正是哀求啦，无钱啊，啊无钱，呾18%的支出呢，啊
啊无国民党可以东山出来虎刚好。即卖无台北市咧办迄个双城论坛，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中国上海派迄个做统战部的部长来啦吼、哦，啊是要来开会，啊是要来统战，我煞看无，讲要派迄个统战部长来啦。实在即郭市长爱甲抗议啦吼，郭、哦、市长实在人上好，啊即统战部长来，啊是要来统战的吗？啊你讲，迄当时中国咧国庆咧办大阅兵。台湾去的是什么人？那当时有一个人走去那里特别去参加呢，去参加中国的阅兵，看人民解放军哦，啊，搁在那里拍扑克，在那里笑嗨嗨。台湾对一个人去啊，用心是大。去的就是连战啊，那当时去参加中国的阅兵就是连战的，那机票钱嘛咱有的呢，375,000拢是咱有的呢。就搁派步兵，搁派水务队去啊！你若讲是看咱家己台湾，咱的国军，啊，你来演习嘛好，啊，来有做这种的军演，安尼就变吧。看甲对人民解放军去啦，看甲对中国去啦。啊，遐个飞弹是要拍台湾的，遐个飞弹是咧瞄准台湾的。连战就是去参加车，啊你，你若安尼哦，我讲安尼较简单啦。375,000以后车连接甲北京领啦，甲共产党领嘛，甲中南海领嘛，那安尼我无意见啦。凭什么要甲台湾人民摕这钱啊？来听大家意见，311-1980哦。喂，我弟中，请讲话。弟中你好。来，请讲吼。总统好，大家好。好，你在听吼。18%早都爱盖，这高干哦，100+万的车哦。这几套的这早就要开头了啦，一年领2亿啦，这足不应该啦，嗯，唔免得佫考虑啦，哈、啊，啊，迄媒体电视台啦，做家里里啦啦，红火案啦，死骨头啦，佫冲迄个，吼、哦，去日本安尼包干将包情安尼乌白乌乌擦白阿兵总拢全靠个，嗯，这恶事嘞，我较要紧尔啦，其他死骨头怕哦。我在民进党切伊就是爱改啦，我阿扁讲我较重要，我所以我支持你民进党，我就为着讲阿扁讲你家想做一个总统啦哈。我在你这讲是特征做的爱甲追究啦，哎啦，我讲为啥？你一个马先生，伊敢国家伊要甲你写吗？嗯、你家己的人都爱写，你唔通乌江马先生就要甲你写，伊要甲你靠家甲，乌鸦插背，你让我讲句啊，乌鸦插背，伊要甲你写、嗯，你家己的党。阿扁总统来团队，看他安怎家己考起来，哈、啊，无你建议要安怎过来执政嘞？了解。你建议无成绩，我看人会家己过来互你执政哦。嗯。啊，我这18%唔18%哦，我甲你讲啦，这因就是爱处理的代志啦。好。哦、啊你阿扁总统哦，你就是做一个总统，你请你请几个月啊？你唔就先甲写，啊先甲写好有一个自由。你今日你刚才讲，哎、欸，你选调啊？他在外面啊，他阿扁總統現在在外面，欸，你說這也很不對耶，他還有自由，我要問到完問我有自由嗎？你要先跟誰做一個總統，你就要下令要誰，你放那牛啦，你不要打掉阿扁總統，你不知道有多惡心耶。好，謝謝，好，欸，阿姨在問說有自由嗎？齁，但總統有自由嗎？這個問題也不用再問啦，啊，你就對政治站凯达格兰基金会，这是陈总统创办，啊，即个我那一年有一届感恩的参会，即老朋友大家，安尼做伙吼，啊，讲来食一顿饭，是我那土一开始是啊，中间在反对吼，发布波吼，啊，即规个过程之中也无个重复吼，差不多是安尼吃薄饼啦，啊，讲安尼一个老朋友的活动。哦，啊，这都会当，秘书安尼满城风雨吼，啊，国民党起来做文章等等的，啊，有自由无自由无，有尊严无，这实在啊，地中嘛唔知要哪回答这个问题吼，用心是大，大家看有，我那心内有这个答案啦。实在这个规个问题重点是讲，陈总统这个案件爱平反啦，冤枉的爱平反。哦，那讲今仔这是陈总统的啊，这种的做
像讲林益世，还是讲马英九哦，即卖个二十几案，迄是最正确凿的，爱当然爱办。但是偏案无同款，台湾十大案迄本册，大家有去去看，你听，你知影偏案是冤枉的啊！来，过来个听。喂，你好啊，弟兄。弟兄，我加讲一两句啊啦。好，请讲。我讲了拢未煞怕啦。无要紧，因为咱这时间有一个限制。我今仔有你大家搁来坐遐通吐声啦，要去搞一台吐鬼啊声啦。多谢。我讲你，请假你我唔请台湾人，唔请阿扁总统啊，无请鬼啊。啊，你真正讲的，啊，你今日蔡英文，你无家事啊？阿扁总统，恁这民进党讲，讲拢是外口啊。欸，啊你這年我無事，我等何時啦，你蔡英文喔，這兩年啦無在何時喔，你等下年要轉上來才是啊，你愛先才是啊，不是說他準出來在外面，你愛才是啊，有一個權威會當自由，啊才來平反他的事情，這樣才行下步才是對的。多謝齁，感謝阿姨齁，這裡有哪是心来威啦，吼、哦，肺腑之言。来，咱即卖最后一个破的钢箱先甲进行。即卖是广告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即阵啊，有几来位买咱正常 Q 10的乡亲，打电话来甲志忠讲，过去因是毋捌食过即杯，结果服用了，感觉效果真袂歹，佮专程卡来学乐。所以地中特别搁要来介绍，其实 Q10 伫国外是做事件，因为 Q10 是咱身体内底帮助咱的细胞产生能量、增加生命力的一个元素，啊，搁会当抗氧化、抵抗自由基的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医学专业的名词，伊会损害着咱身体组织甲细胞，引起着慢性的疾病甲身体老化。Q10 就会当抵抗这个自由基的产生。特别爱注意的是讲，咱若年岁愈来愈大，咱的身体特地来制作 Q10 的功能会愈来愈慢 ，Q10 就会愈来愈少。所以咱大家开始知影讲，爱另外去做补充啦。别行卖讲，即卖伫市面上，你会当看到足侪女性朋友的保养品，抹面的啦，抹身躯的。拢会特别来添加着 Q10 的成分，这就是 Q10 的价值。咱销量第一名，受到听众朋友喜爱的正型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佮添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即个营养素会当食一罐就抵几啊罐。佮特别照着卫福部的规定，每一天建议补充的分量来制作，一罐足足会当食两个月。只要2800块，咱台湾的国宝和平菇姜汁有农委会专利技术的授权，是真真正正用规粒的菇姜汁的基石体来制作，不是一般用细菌培养的一种的菌丝体。咱一罐是3500块，有丰富的 EPA 和 DHA， 原料是对海水上清气，北欧的这个挪威来进口，正型深海鱼油一罐2200块，这三项产品买一罐，搁送你一点的点数，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那讲平均车每一罐会当省几啊百块以上，赶紧招亲戚朋友做伙来买，会当讲买愈多，你就省愈多。最后是咱一边一国欧盟尼养生饮料，用台湾在地欧盟尼来制作，搁添加红枣、枸杞甲欧摩。一箱24罐，1450块，一盖买2箱，阁俗100，是2800块。咱一边一国爱台湾收音机，替听众朋友设定好，声音足清阁响，出门好炸一台是899块。最后是纯天然芳醇阁好啉的新鲜地瓜精，一组30包5400块。以上的产品若有欠用，客服务专线0776180705，0776180705。感谢努力，多谢咱全国的乡亲吼啊！工商服务的专线，地中个报一届，0776180705，0776180705吼。18%人迄个退休金是两件事吼，为即、這个啊一挂吼啊一种反应的讲，因为一挂退休了，一生活其实。当然不是大家拢年前吼，年前这是一个特例嘛吼。一般对讲生活不是介好，所以但是退休金还退休金呢，退休金嘛是会当领，
但是退休金佮加上18%，就是有那更加凸显这个18%的不合理啦。18%应该爱费，18%费掉退休金的部分，唔是讲着注销，哦，你该应该以一个资格以来当领，哦嘛是可以当领迄个退休金的部分。哦，所以这规个问题吼啊，整体来做考量啦。来，今仔时间的关题吼，咱先轮到这，明仔载再会，感恩多谢。